不觉得很瞎吗？不觉得很瞎吗？我们这个只有房间的四分之一不到的墙壁，竟然可以伸出这么多奇怪的器材。我们那个角落，电池的角落还没有整理，我们就这么多器材，真是超疯狂。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清点一下我们的器材，那就是看缩时摄影喽。